韩卫星，TV2号台裁判员冯楠，运动员刘福利，南非选手理查德哈里德，TV1号台裁判员王鹏轩，记录裁判员魏金亮张宝，运动员陈明，智利选手马西米亚诺奥桑东。 下面比赛开始。 全民获得开球选择权。 比赛一场接一场，对，再一次聚焦啊，2018乔氏中职台球国际大师赛中国修水站的这个分站赛，没错，今天的比赛直播，我是苏新元，啊，我是张庆勇，我跟张庆勇，简单一点啊，以前可能有一些地方就是我们为了那个比赛啊，做得更正统一点，所以说在叙述的前面都是很官方，没错，那今天比赛场次很多啊，也为了大家调剂一下。 比赛对阵的双方，好，屏幕左侧来自中国的球手陈明，对阵屏幕右侧来自智利的球手奥桑东。比赛还是采用13局7胜制，8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比赛开始，第一局陈明开球。 智利的球员也是在近几站，我感觉也是这2年来的比较多。是，本次比赛来了杜兰，啊，路易斯杜兰。对。智利也是大家比较了解的南美国家。对，前面你也提过。对。啊，足球的一个强国。嗯，对吧？而且经济也比较发达。 巴西、阿根廷啊，并称为南美的 ABC 三国。一上来，白球跟11号球啊，这个角度有些小，你要发力的话。 就得保证准度，所以说换了。那么你换了，现在是可以上手，但是你随后11号球衔接还是难点。对，还是能力问题，我觉得啊，这个台球运动啊，它是每一杆都得有意图跟想法，不能说很明确呀。对，不能说盲目的，或者我先对付一杆，那不行。啊 我随意的就捅一杆，赶上什么再说啊，这个不行。这项运动你总得为你每一个细节的不经意而付出代价。没错。好，看看3号球有没有打进中袋啊，顺势带开1号的这个机会。 解开了所有问题啊！打进7号，顺势可以做6。对，1号球可以调到4号球。没错，这一杆就解决了。已经形成青苔局面了啊！7-6、1-4-2，然后后面调黑8。看他的架势呢，有可能一上手就要先上去了啊。
那就是一四，然后下来。二号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这个六跟七的一个联络员。对，但我看这个角度，怎么感觉好像是往左边不支持走太多啊？那个好就像比肯定较要，直，那可能是我们这个摄像机的角度问题啊。强行的往左边蹬很多，因为他刚才量那个位置，走很多才可以得发力了。啊。强蹬，果然啊，确实是不支持走很多。这杆细微，相当细致的一个位置，考验能力了。角度大呢就不需要很大力量，杆法控制好就可以了。出问题，奥桑东来上手，看看有没有什么上家的表现啊？一上来上边的一个边库十一号球，后面是没选择打，没有看出来他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火力啊？上方啊，中间那颗十二号。又面临着一个难度球啊，这颗打呢还好，但是后面的两颗，十号球十一，太轻。这种蹬杆啊，国内国外的球员都不太敢蹬啊，尤其级别不是特别高的球不敢打啊，他员。觉得这个力量合适了，其实还是差一点。强的左塞，陈明，七号、二号啊，一定要选一颗，然后白球做防守，最好还是二号球往屏幕的右边稍微放一点。很容易漏十四啊，这个球，因为你一旦小力打，白球就不能横向走了。10秒，延时。左边上方带口那颗啊，不太好，是直接看得到，或者是太直啊，不然可以扫库边。扫库边，没有打进。带口球轻打，薄一点起来就是六号，厚一点起来二号。力量有点大，
强打的话，二号可以尝试接十四号球啊。嗯，这是一个强打的一个线，看要不要一个翻中啊？都可以。安全优意识还是比较强啊。看这个位置，六号球有组合，单下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好打，要求非常精准的准度才可以。行船船进，好球，继续啊，中杆轻推起来，八号左边中杆，简单交位啊，第一局陈明胜，比分1-0。第二局，马西米利亚诺·奥桑东开球。陈明，非常有意思一位球员啊，非常喜欢用自己的球杆呢，在球台上去做一些自己的类似于
心里的潜意识啊，暗示白球往哪里走，最合适的位置，十秒，然后怎么样处理。这种习惯养好了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增加自己的一些记忆，然后白球强行的叫哪个位置也是对于比赛的态度非常端正啊。我这杆球还是没走到自己想要的位置，往上一点刚好是打15左边中带高杆下来可以边扣的13，我这个白球往上走太少了。反赛12号，左侧全转啊。嗯，不打。有打这个的话，15白球向上啊，只能轻轻打，然后左边边扣13往下推。嗯，那好了，我没有会心一击，一杆准度。桑东黄一6号两个轻功点，而且这杆黄一支持呢从右边边库啊上左边上方边库去 K 啊，两库4号这个位置啊，没有去把力量释放出来，那么现在还需要再过渡。角度啊，中杆横向走蹬，4号球位置不算好啊。又是有点过头，7号球不好打，下方6，然后左边3，打6叫3。往上多啊，低杆退一点点的话，而且有机会打3，向屏幕的左上方去带4号球。先看6。这个位置呢角度有点偏大，直接 K 是不好 K 到的，如果想 K 还需要从上方弹库再下来啊，去向4号这个位置去 K， 甚至于说用一些中低杆往上走，4号球就要翻中都是可以作为选择。太轻了，7号球薄球横向走，可以带一点点的反赛，就是左赛高杆，这样的话也有机会去 K， 不 K 就是交位。奥桑东放弃了，打4轻打做防守。打到一半啊，白球看看能不能横向的从右边再弹到左边13号球的下方，也做一杆防守，二次撞击了。
应该是漏球了，小小球并没有完全挡住。高杆啊，往里走两库。继续啊，高杆，从左边边框弹过来，八号叫中袋，不用很大力的。第二局，陈明胜，比分2-0。第三局，陈明拍球。开球啊，中袋有球进。看选球啊，右上角单侧肯定是有的打的，花色右边中袋。但是现在目前啊，在这画面里能看到左边有一个边库的花色球，而单侧在下面呢分散的状况也是不错，不选单侧。五号给走两库啊，叫红三，但是这边红三能感觉到右下角底袋十号这边可能是有点打，这个。还是应该尝试大胆一点，再往下走。杆法比较低呀、啊，嗯，14的右侧，棒撞上，撞上单打红三没有，二传一，二号传黄一，这条线抓的，自己判断上出现问题了。那这是不是要组合呀？对，二传一。这杆组合就难度不小。嗯，非常准，够准啊！这个位置我觉得先打四合适一点，因为你这个四号球，这个白球位算是你后面或者前面已经调到最好的一个位置了，不然后面再用其他球调也很难受。可能，陈明也在可惜。如果不打二的话啊，这二号右边中袋的位置也非常好，他也在考虑这个。陈志一说把对方十一号球借走。不过现在这个安慰啊，打确实对的，对打四这个、角度也合适。哇，直接是贴了一杆。就打进最好，打不进我把这难题解开，要不然我废了一步，对，是吧？
十秒。现在有没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四号球，借一个，借十一跟九啊。不错啊，这一杆还可以借，再来，但是这杆要求借的相当准，是，碰十可以，然后再碰十一就很难了，不然就是直接碰十就进了，这杆还得带一些力，一旦再碰十一的话就不太好进。带一些力，这样的二号球撞完之后能有一个横的角度，推的话就横不了多少。现在奥桑东这边也是一脸苦笑啊，上手之后没有好打的球，对，总是一桌比较有难度的球，对，一上场好不容易上场了，没什么好打的，滚先手不在自己这里啊。逼着你啊，必须做防守。对，就台球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你有没有耐心跟对手去做防守？尤其是那种攻击欲望比较强的球员，他老是你老不让他打，他很难受的，对，很痛苦。但这个炸球开球或者对手炸球好，总能上先手，你炸球不进，你没的机会打，这是没办法了，要不然自己做调整。御膳骑士啊，臂力齐齐，你要想完成青苔必须得把冲球这块环节练好，嗯，不能老抱怨啊，就是就是冲球好，我就运气好，那怎么人能冲球进，对吧？而且冲球进只是一个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你后面的衔接球与球之间的四去选择需要你的能力啊，对，技术包括心理，对吧？缺一不可啊。哇，这个塞小伙子也是用了非常强的左塞高杆啊，那再来吧，薄，看能不能来一杆强制青苔啊。第三局陈明胜，比分3-0。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波茨杆，我挚爱的武器。波茨杆，中学和中学把球。波茨杆，中式球杆开创者。第四局，马西米利亚东奥桑东开始。
开球时机。重开，重新开球。第四局，陈明开球。先后自由球，这边陈明也是很有信心的冲球，可惜白球落袋，机会又回到了奥桑东这一边，但是奥桑东现在感觉气势、手感啊、球运各方各面的都占下风啊。这杆摆了一个先后自由球，六号就中弹没有打进。如果要进攻的话，看看这个长台的九，或者说六号就右边中袋，或者十五号就没有接力，要接力啊，十秒。在昨天啊，我们刚刚结束的2018乔氏中式台球美国公开赛的比赛，波茨在决赛当中呢是13-4战胜了李赫文，对，获得了冠军，独揽了$15,000的奖金。那么由于波茨是我们乔氏的海外签约的球星，他将直接进入到总决赛，那么李赫文自动获得了晋级总决赛的名额。对，在这边我们也是提前的恭喜李赫文啊。而且我们本赛季的总决赛中国区选拔赛的参赛资格呢有两个变动，第一个变动呢就是你必须整年赛季啊至少参加三站的分站赛，没错，当然其中也包括石家庄的国际公开赛那么第二个就是你的年终排名在2018乔氏中式台球国际积分榜排名前八的选手将直接晋级到总决赛。对的，所以积分很重要，参赛的场次、参赛的这个次数也很重要。那
看看这十一号啊，嗯，左边地带有没有被红三挡住？没挡的话，可以继续打左边地带高杆，从下面往上弹。如果有想法，可以尝试打四号，白就上去撞五，解开两个难题。嗯，奥桑东这个十三还可以强薄啊，这根白球放的位置不算是很安全。并且有一个走两库过来叫十宗带的一条线路。还是轻轻推，看力量，力量打进。打进现在这个位置其实也可以去打十一啊，目前要如果是这个球进的话，但是现在没有进。看陈明怎么处理啊，双方有机会可以开轮，就是打七百球撞或者是去帮。嗯，不过对手刚好是左边下方有个十一，等于说你这样打的话还是要漏球，所以这边陈明一上手也是先去选择拼啊，就调一个更好的白球位，对，通过几杆的调整然后找其他机会啊，对，再去帮进十三，让顺势我做你一杆或者我放你一杆，是的，甚至于说更合适的一些打法，比如说打的同时呢做一些斯诺克，对，或者是用别的球打完之后呢去撞击，叫你带口球撞进，比如说这一杆六号球的这个角度就支持，或者红三的这个角度也支持白球呢从右边的边库上去，没强球啊，那还是依旧啊，打二中带地杆往回退一点点，留六号向左上方的角度，或者留六号比较直的角度，就两个打法啊，留六号向左上方角度呢，就是白球有机会向左上方再去 K， 较直呢就是推过来先打这个右边边库的黄衣。嗯，这个角度有点，哎呀，稍稍有点小啊，如果说他还想强行往左上方走的话，那现在这个位置确实是有一定难度，高杆上去还是低杆，好球，这几杆处理的准度真的好、嗯、思路也挺清晰的，打得也挺坚决，看能不能够啊将这个好的一面贯彻到底。低杆横台还是高杆两库啊？换手了，跑两库是一个更开放合理的线路啊。左手准度怎么样啊？
还是横台，你横台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旋转跟力道啊，你不如弹两库出来。怎么打？因为十一号带口，左边底带是没有啊，那还得反包右边底带。这杆差的有点多啊，不错啊，这杆球准度也好，白球也到位，正常高杆向上推好了。第四局马西米利亚诺奥桑东胜，比分1-3。第五局，陈明开球。关键时刻左下角底带啊，转了一圈有球进。左边中带六号球。走大方向的话可以从下面绕两个出来，有机会可以叫红三右边的底带。这边陈明也是在看啊，五号有没有下？五号如果右边底带，红三也是没有挡，轻推就可以叫到五了。还是先叫三，用这个三号球来解决四号球中带的这个问题。高杆尾中低杆右上方 K 过去，再来看左下方最差可以打七号，五号这边是没有了。
好球，再来。这个位置就是有两个可能了，五号和四号的选择，打四号直接有机会向上去撞上方的小球队，争取把这个黄一解决出来。不能太轻啊，要发力。没有带开。比赛时间已过半。啊，在今天的比赛，应该是王小倩啊，也是双败被淘汰了。嗯，王小倩也双败了。嗯。还有昨天的陈志毅。都被淘汰了。十号球的角度，直接中低杆往左边走，十五号、九号都可以叫左下角底带。强行发力带的话，这杆球需要的力量就比较大了。哦，看奥桑东老像一好莱坞一演员，有点像，但是我死活想不起来人叫什么。确实有一位，他的比如说个子再矮一点啊，头发再有点波浪、烫发，嗯、他有点像那个。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电视剧里边的一个啊反角，反角色，想不起来了都，想起来了，嗯，现在应该是叫脱玉是吧？还叫越狱是吧？越狱吧啊，越狱里边一个反角色，对对对，就说的就是那就是他吧，对对对啊，老演反派啊，老演反派，而且演的惟妙惟肖，演过非常人贩。他个子应该是不太高，不高不高，然后有些分头，嗯，那脸往里沉，不怒自威的样子啊。还真是，让我说对了，嗯，杀手四十七好像他也演过，就是那老哥啊，我想说的也是他。就好多明星脸啊，昨天的陈志毅啊、嗯、您说像万梓良，对，也有时候像韩国的电影明星车太显的，对，其实万梓良啊，他其实是生在台湾的啊，台湾，对，然后因为家境啊实在负担不了，后来被香港人给收养了啊，他本来姓胡的，万是他后来养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后面的这个梓良是不是一直没有改，那也许啊，也许对、啊。后来这个养父母带着他，一步一步的养育成人啊。他们这一波里边啊，就是说给大家印象比较深的一些，嗯、可能不算是特别，就是说巨星那种啊，有很多人啊，嗯、对吧？万梓良、陈奎安。对，经常戏称为大傻，已经去世了，很可惜。有好多，嗯，陈百祥，观众请保持安静。就他们本身应该是在自己的，比如说香港的无线电台 TVB 啊，都是很有名气的。对对对，在香港的演艺圈的这黄金十年里边，演出了很多的黄金配角，以及耳熟能详的明星。吴君如，嗯，吴孟达，对，陶大宇，啊、
哎，江指导爱看港剧，港剧的比如港片的谁的电影啊？比较多是吧？嗯，那早期还是说周润发比较多吧？发那个时候，比如说，啊，英雄本色嘛，嗯，三部曲。那时候《上海滩》，啊，最早的时候对，周润发啊，对，小马哥，《上海滩》，许文强，许文强啊，李修贤那时候还有他们啊，对，李修贤。李修贤那就他这个位置跟级别的那就还有些像类似于狄龙，嗯，对对 对吧，大哥的大哥的大哥的，邓光荣，嗯，十秒延时一出来全是穿一大氅，对，戴一墨镜，走到呼呼带风，没错，穿着风衣点烟的动作啊，反正就是两把 M9 始终就有子弹主角光环，两百多发，对对对身中若干枪，就是不倒。倒下也得说完最后一句话。对，那个时候就是这种英雄主义的电影啊，也拍出来很有意思。但那时候看着还是很热血。对，轻轻推做防守。嗯，看看横向，横向给你打，其实也就是蜜糖还是毒药，不好说。嗯，这个，你推进了，你还能做防守；推不进，好了，我左边带口球。上去叫黄衣，你这一盘还要丢分。这奥桑东也是下低杆不进白球防回来，他清楚啊，不能往前走，但是这杆球确实太冒险了，差一点点掉带啊。也非常稳，也很聪明，知道自己比分领先没有必要我去因为我自己的莽撞啊冒失让你轻易的得分，而且现在我的球的数量以及局面我并不占优势。在稍晚间的时候5:40还将进行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比赛。对的，关键是再看啊，长台五号球有没有漏。之前我跟朋友聊天，朋友直播的时候也问我说有没有什么关于台球的电视剧，我记得有一个，有郑少秋演的，有龙的传人是吧，撞球天王，对，撞球天王啊，倚天 Q 啊，倚天 Q 对， Q 是这个台球杆的意思啊， CUE 啊， Q 啊，那里边郑少秋，嗯，犯规，哎，黑八第五局马西米利亚诺奥桑东胜，直接送分了啊！2-3。那在周星驰的哪一部电影里边，吉米·怀特还是客串？他可以叫好几个名字，《夕阳武士》《龙的传人》啊，记得有那个印象。大奥周小龙，可以啊，张指导。他的电影小百科，那必须，尤其跟台球有关的啊，他的。女主角你还记得知道谁吗？我那时候我毛顺君啊，然后他爸爸应该是叫袁奎还叫袁、啊、这个他们园子辈儿里边有些人从袁彪我知道是谁、嗯、好像是叫袁奎，然后里边拿一拐杖穿一个大氅，西米利亚诺奥桑东类似于古装的中国风，然后周润发在里边就是特别喜欢打球，嗯，后面还因为一些比如说去拿地去压对吧，然后去赌一场
球，里边的外国球员就是吉米怀特啊。您之前说过，像香港演员里边，像这个陶大宇啊，然后苏永康啊，还有这个张家辉啊，张家辉吗？不是，是那个那个演《西游记》那叫什么来着？演光头啊，我知道你说是谁啊，演那个，而且还演过韦小宝啊，对 对, 对吧？对，张卫健，对，还是您记性好、估计到我40的时候，我也就老年痴呆了啊。周星驰本人，斯诺克水平也不低，六七十分经常打。嗯啊，张卫健也是喜欢打的，打知道。你像这是香港的，对，那香港的咱们国内其实也有的，国内有一些网络剧，对吧？国外也有，《金钱本色》里边两位应该是史翠南和雷耶斯吧，应该是打了120余球，120应该是，打了3天吧？对，专门拍的一个类似于纪录片这种电影。咱们的观众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搜索一下啊，嗯，看一看，很有意思。据我了解，国内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台球的厂商啊，或者是一些有钱的赞助方啊，或者企业，有这个在运作一些台球方面的影片或者连续剧，已经有了啊。甚至于说最简单就是网络短剧，十几分钟呢，对吧？拍个10集，有这种已经是有人在做了。包括找一些咱们国内现在的，中式台球的球员啊，做一些角色在里面。其实，这儿啊，就是咱们在每一场比赛的这个 TV 台官方咱们直播间，其实大家可以，如果我们官方有兴这个兴趣的话，可以找一找以前往年啊比赛的一些，比如说视频的资料啊，小花絮啊，场内场外的东西，剪辑编辑一下之后，在比赛间隙回放一下，其实也蛮好的，对吧？看有没有人愿意去做啊，因为时间在流逝啊，人也在变老，错过一天就是一天嘛。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啊，记忆很宝贵啊。对，上一盘啊，陈明这边是一个 K 球，然后8号球晕进了袋里，送了一分。现在又是到了自己上手。中袋12号，已经太凉了，又是。那么看白球能不能走到那个位置啊？不算好这一撞，角度是向下的。实在不行，从下边弹库再往上走，因为直接用低杆从这个46锋印中间钻是不好去控制的。不行，就从6号球的左边下来再上去，用一些杆法，比如说右塞高杆还是反塞。还是想钻，看看位置，就是长台，15号变成大角度。准度怎么样？不但要打进白球，还要从左边这个丛围里边冲出来啊，不能停到里边。好球，一打一 K 啊，非常准。15号，继续啊，利用中低杆打进，往上稍微走一点点，到开球线附近都可以。8号右上角。陈明这动作很像给这来福枪上子弹，而且他的这个次数是比较多，咔咔咔咔，
子弹上的比较足。嗯，六局陈明胜一分4-2。在训练场，在职业赛场，以球员反馈制定严苛标准，也要勇敢，专注黑八，赢家选择。第七局，陈明开球。10秒。5。开球时机。Illegal break. Keep going on the rack. 这边陈明也是开球时机。智利选手Ossandon这边看一看。You play. 自己选择继续击打。继续击打。这边长台啊。定杆，这杆如果打一去做四的话，做去做六的话，腰的东西还是比较多啊，就先打六。再去打一，主球呢横边库下来换了，那不合适的话，你一号球在上面，最后又给自己形成啊难度。好，现在连五也看不见。观众请保持安静。就是在整个的通盘的思考上，Ossandon这边还是尽量的要合理啊，要连接起来啊，不能打一两杆好球之后马上就转为一个主动的失误。选择破坏。看十四号是有机会支持你，可以走一个三库兜一下九号这个位置啊，轻轻打呢叫中带。十三看角度，向下的话有机会去中高杆登顶二号，如果直的话就需要低杆再拉回来。还有一定角度，哎，有运气，并且叫到了10。
大师可以衔接十一啊，也可以直接低杆过来先做九。JK 没出好的效果啊，做防守还是要尽量的白球往屏幕的下方来放啊，十五号垂直的位置最好是。十秒，延时。十秒，延时。立杆尾一号球左上方顶带，好球，第七局，马西米利亚诺奥桑东胜，比分3-4。
八局，马西米利亚诺·奥桑东开球。奥桑东也是抓住了陈明啊，现在准度手感下降的这么一个阶段，连扳两分。十二号，右边中带，可以刮一下五号球的上方薄边啊，横向也可以低杆下的很低，不碰五啊。这一盘球，奥桑东想赢还真的是不容易啊，尤其是这个十三掉十五。白球向左的角度，如果你刚好停在十三这个位置，六号球就会影响你的出杆啊。又来了，又是上边下边留一个。打进，那么又是难度球，中带应该是没有的。应该是比较直啊，推一点就是叫四啊，左边中带低杆弹一库起来，还是轻轻退啊，还是轻轻打，高杆往上轻轻退，再叫六，用六号向上再过渡，下方不需要再留球了，刚好八号是在中带的附近啊，所以说这杆球打进四，先叫六。继续啊，低杆，白球争取到中线附近，而且我觉得陈明应该多看看这个黄一在右上角到底有还是没有，不然的话你叫到二低杆一往回一退，一号右上角不好打那就难受了，十五号还刚好挡住七，或者留一个就是反向角度啊，二号就左边上方的顶带之后，把白球叫到一跟七右侧。也可以尝试，嗯，关键是看这杆过渡、啊、对，你对于局面的判断，往上再走，嗯，小了哈，小了没关系，打二叫一都可以啊，叫同一个底带，啊，推着高杆弹一口起来，就不需要下塞啊，就正常高杆就好。哎，这是好，这位置要下低杆啊，还是要下低杆，那就不要碰到十五。
太别扭了。嗯，横向走是需要贴着这条开球线上面走的，容易出问题。你就直接推杆，然后带一点点右侧旋转，叫到一号岩石、七号右侧开球线那位置，两边都可以打。最简单的打法就是推进叫同带二一左边上方底带啊，它主要是有点深猜球，还不想用架杆。出事了，值得上去啊，就是力量不够，然后低杆也不够，所以说碰到球了。这样就这么打去，很有可能就是一个5-4或者是4-4平点球啊。嗯，不要看12分钟很长，陈明有点往回缩，有点收，嗯，保守了啊，不如前面一上来打3-1这种很果敢的样子，气势，而且中间还送给对手分了呢，啊，哎，好球。啊，一杆翻带啊，暴击了，嗯，出了个大招。那你不是说我保守吗？那我就翻带。这就是一杆天堂，一杆地狱啊！嗯、你拼尽了当然是好球，不进对手又抓机会了。像极一部电视剧啊，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啊。小中带低杆回拉。别滑杆啊，行，应该是可以拿一分，这一分拿了起码上听啊。第八局陈明胜一分5-3。九局陈明开球，这10分钟，如果奥桑东能够把这一分拿下来，4-5，进入到一个暂停阶段，哎，没进啊。那么后面的话，还是有机会可以去扳平，但现在这个还是没打进啊。奥桑东我感觉就是他这个外形，我们先聊点其他，比如说把它包装一下，有点像沙特王子那个劲儿，只是他现在就是他有点太拘着了，太收着了，白头巾啊，大大方方的黑皮筋儿啊。
他这个五官轮廓是有点在那个样子，嗯，小胡子啊。陈明还是不会太轻易的把白球放到非常好的进攻位置给奥桑东。奥桑东，后面还是要看他下面怎么来处理。但是现在陈明啊，陈明上手，五号球、七号球，选七的话，白球一定要再往上方去跑，肯定是要往上跑，主要就是防白球，不要给对方有非常好的进攻机会。十秒，打六了，打六能保证白球能贴库。四，哎，这一撞中带有变数了。十五号，这另外还有一条线，他并不那样想啊，就往下边放，把二号球往屏幕下边放。关键的一分球，七分钟，职业球员来说得两分很正常。咱们的大师赛不乏啊，压哨啊，对呀、啊，这种这个惊天逆转的不算少。甚至于说七分钟打快一点，有些人会连赢三分。嗯、没错。青台接青，青台。还是往前去运啊，输送炮弹啊，这杆我觉得陈明可以带点战术啊，比如说打二号球往屏幕的右下方打，甚至说现在从这个方向看下来，有可能四号球都是够下的，就十一号没挡住下球点，打四白球往这个从三那边有些想法。陈明肯定还是主动要求，就是我不把局面打特别散，你自己本身青台有难度啊，让你去拼好了，然后你一旦出问题我再来打。好，就等着你漏步。但这一步陈明还有可能不太会打啊。果然四号根本就不去看啊，再去轻轻撞一下五吗？还是打七号白就往上跑？七号这位置对于对手来说还是有制约的啊，十五号球。十秒。五、四、三、二，啊，这边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五分钟，时间不开心了，啊、对。重新洗牌了，一直在被对手控制，然后稍显急躁。嗯，他明白啊，对，读秒了已经，这边已经 boss 也还剩五分钟了。是的，然后局面对手又牵制着我啊，索性我碰一碰运气。这就像我在拳击台上是啊，你想最后我一直以来啊，比如打满十二场十二回合，我在前面十一回合一直领先你。嗯。
点数一直肯定是压的你很多，那么你总想在最后一场就是一回合里边去 KO 我，我不会给你机会的，对吧？打两拳妥了，抱在一起了，对吧？裁判过来拉开，然后再打两拳又抱在一起了，而且有些时候可能你会主动的去抱我，因为你也没体力了，一个道理。这时候奥桑东已经是在看回头这个时间了，就是计时器。本身两人也不是那种就是球风非常快的球员啊，能够在一个比如两分钟左右就能够去打光一盘球。嗯，还是轻轻打，依旧是空局。分钟，还是没进。五七可以叫同带，下底杆从里边绕。继续啊，高杆打进七，弹扣起来叫黄一。失误了，两分二十秒，打进中带左下方，来球过来带一下，没走出效果。哟，这个球难了，中带还能拼，但是后面的球会非常难打，白球又起带，自由球。实战比赛结束之后，在稍后5:40将进行最后一个时段的比赛。打力又掉带，哟，这个运气还真是不好啊！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一分钟，一分钟。好解球。可以尝试翻一杆四号球，中带还是没有打，继续。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10秒 ，10 seconds。本场比赛结束，陈明胜。好，下一时段5:40再见。5:40再见。